认命就是不要太过强求，学会接受事实，接受人生中的一些不可预料的事情。但是记得一辈子不要服输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梦想，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追求，你执着的去努力，去拼搏，去付出，你的人生是由你主宰的，你的努力一定不会被辜负。在我们的人生长河中，我们一辈子确确实实都会遇到很多的麻烦，遇到很多的困难，我们必须的承认人生充满了无常，我们也就是因为在无常中才渐渐的懂得更多的道理，明白更多的真谛。我们的一生充满了坎坷，也注定需要经受很多的磨砺，人生一辈子注定都不平凡。虽然我们的生活可能平平淡淡，忙忙碌碌，但是请记得不要平平庸庸，碌碌无为。我们经常说要认命，人生一辈子确确实实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自己去努力追求可以得到的，但是很多的时候有些东西我们确实追求不到，这个时候我们就说要认命，很多的东西可能早就注定了的，我们努力去追求的话可能也得不到，所以我们只能认命。有的时候我们要认命，认命就是不要太过强求，学会接受事实，接受人生中的一些不可预料的事情。但是记得一辈子不要服输，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梦想，每一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追求，你执着的去努力，去拼搏，去付出，要始终相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。在充满坎坷的人生道路上，每个人都有追求成功的自由，也有通向成功的道路，所以不要放弃，你的人生是由你主宰的，你的努力一定不会被辜负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